群特展在暑假里面开展了以后，展到明年的三月，所以大家有机会早点过来看一下整个大象在过去几万年里面演化发展的历史，同时呢，也跟我们记忆中的林旺马兰合照留念吧。那林旺和马兰身上个别都有210块左右的这个骨头，那我们着意的组装，希望能够回复他生前的这个英姿。那借由这个林旺马兰的装架，我们也进一步的了解大象的解剖的一个构造，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那我们能够进一步的去推广生态教育、保育教育，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亚洲象和非洲象已经濒临绝种了，需要我们人类更多的关心与保护。